杨美莹。学州议员杨美莹确定将在来届大选转战柔佛州。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中午在柔佛麻坡举办的座谈会上正式宣布，委派杨美莹取代余德华出战八吉里国会议席。正式获得委派之后，杨美莹承诺会积极走访选区，聆听当地民众的需求。我会到处去走，然后我们也会有座谈会，跟不同的人有座谈会，让我们有这个交流，不是只是一个 one way 啊，一个单向的这个交流，而是双向的交流。所以我们也是会策划更多的这样子的双向的交流会。杨美莹虽然来自柔佛西加莫，但是毕竟之前都在雪州服务，八吉里当地居民对她印象如何呢？有点怪怪啦，有点怪怪的，觉得杨美莹会不会派杨美莹来这边，来这边选咯？最好是可以比伊德抓更的更好咯。他现在就在那里啊，杨博是吗？啊，连他回来这边应该也是一样会服务吗？现在因为很多年轻的全部上了，他们全部很厉害哦，全部可以在国会什么辩论什么讲，我们就听他怎么样讲咯。现在的年轻的比较敢讲话，老的就不敢讲话咯，这样咯。除了杨美莹，林冠英今天也同时宣布将委派州组织秘书黄义豪出征文打燕州席。刘振东认为这对柔佛州整体情势都有帮助。今天我们的候选人的角色和责任不只是要赢得八吉里国会和文打燕州议会州议席，而是要同时能够协助巴俄还有麻坡。这已经是行动党连续第二个周末在柔佛州宣布候选人积极造势，国阵要如何迎战，各界拭目以待。 NTV7 综合报道。